4月10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13年度大戏《韩信》召开了媒体通气会，国家一级导演郭晓楠携四位主要演员刘鹏、李国梁、赵海涛、吴敬伟等嘉宾到场。《韩信》是继商鞅之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又一舞台历史剧巨制，该剧主要讲述了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短暂辉煌的一生及其悲剧命运的结局。在媒体通气会之后，剧组还特别展演了吕后遣萧何招韩信进宫诛之、韩信为保浣纱女儿休妻的这一精彩排练片段。据悉，该戏将于5月9日至19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上演。